最漂亮，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心安。在我身边，我又来了。四川自贡美食多，兔子停楼打哆嗦。浙江确实下过潮，三斤兔子还嫌少。开干，准备一只单身的兔儿。这个兔儿有点瘦哈，难怪是单身。事实证明，胖一点更性感。洗发水，吃了这个肥油，把兔儿肉改刀。把兔肉斩成圆圆的方丁儿，先把兔儿腌制一下，增加底味，放入盐巴、料酒、胡椒粉、一个母鸡蛋，左手搅拌均匀，使劲的抓，让兔肉充分的吸收调料。下了鸡蛋后，颜色炸出来更好看。若当粘手，放入淀粉，继续搅拌，锁住水分。再来点植物油，花锅的时候不容易粘连。腌制十分钟，准备大葱大蒜，改成火壳。大葱切火壳，再切一点泡椒球球，再来一点青花椒。这个时候的青花椒非常的香哈，这会儿的汁浆比较美丽，趁现在多搞点来吃。全部切成姜丝，再准备点小米呢，切成圈圈，增大提色哈。再切一点青线椒，阿公点火哦，要得开干。一翻菜就冷结了哟。啥子天了还穿西服还？锅烧宽油，五成油温，下入土鸡炸一下，快速换上。这一步只是过好油，收干水分，再20秒捞出来备用。炸久就老了哈。锅炉底油下入干花椒，少量豆瓣酱，再放入所有炒料，炒香后下入兔肉。翻炒30秒，下入浙江丝、青红椒，继续翻炒，再放一点点盐巴，一点点就够了哈，毛毛盐，再来点藤椒油，放入葱段儿，要得了，起锅，再放入香菜点缀，一份自贡名菜浙江兔儿送给大家。就这个兔子，我厚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来哟，我请哦。要得开干。怎么？这个兔儿我觉得应该味道巴适。嫩啊，应该嫩。不要油锅时间短就嫩哈。嗯。嗯，那不错。哎，必须的嘛。嗯。味道又好又嫩。嗯啊，宰这个兔子的时候，尽量把这个白色的啊，没得骨头的这个把它剔下来哈。一般老人小娃儿啊，就比较适合哈。有鲜啊，这是浙江不来口啊。嗯，哦，有种浙江爽的很。那浙江好不好吃嘛？可以。哎、那个浙江巴适的。我都直接放少了，我敢再放一斤的啊！这个。嗯，哪有？你是真的不吃？你是真不拿嘴巴肉啊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和小富，那就请观众们，我上面，我上我，我们的人也，拜个拜，拜个拜。